欢迎收看《维新世界·易经心法讲座》。善知识，各位参加听经闻法，连坐上各姓宗亲，历代祖先救贤七祖，各姓当中无缘就是英灵及个人啊，累世完成祭祖和家中第几祖。啊！十方法界有缘无缘，有情无情，众生阿弥陀佛。咱现在请大家，哈，咱合掌，咱来供念，哈，赞记，供养赞记。阴阳日月最中生。可惜天理难分明，若有真性归国主，一出天下定太平。各位十方善知识，阿弥陀佛。咱今日呢，即节呢，继续过来讲解《易经》心法。这个讲座，易经啊，自古早以来，因为孔子讲啊，学问，哈，这伊学问呢，真正深远呢，所以啊，将这易经啊，所解说所讲的，予咱一般人啊，感觉讲，咱无读书，也读较浅的，予咱也感觉。好，真正深就无法度来读，唔敢踏入去这个门。好，这个现象啊，大家拢共款。啊，那么实在孔子呢，伊所讲的法，所学的法，嘛是咱的生活。我一直在强调，易经就是生活，好，生活就是易经。所以易经甲生活呢，本来就是一体。咱在时巴肚枵，好要食饭，要食早顿，这就是易经啊。因为咱巴肚枵呢，想起来，啊，就会想要去做，好，这就易经，这就易。好，哎，我早起要倒去上班，这就是易。啊，是讲啊，我这孙啊，搬来啊，哈，摆涂骹嘞，我今日要甲牵起来，这嘛是易，哈，啊是这个煮菜，啊已经嗨啊，那臭味烧起啊，这嘛是易，你是安怎知影会臭味烧？你得你一偏，一偏嘞，啊都有这个都味出来，偏都是热，哈，啊这烧味嘞都是我。合起来叫做易，所以咱的生活拢是易经。那么如何会当达到这个易经安详的境界？这就是咱人生的课题咯。这咱人生的课题，哈。所以咱今日即节呢，继续我易经生活，我易到显微啊，无形无实，无名。易象广博，包括万物，确实已经包括万物，八万四千种的万物，拢包括咧天地间所有一切，拢包伫日甲月中间。
更加亲近咱的心。咱地球上万生万物伫地球上，日头甲月亮中央，咱日头咧，因为我是日甲月的中央，是不是？安尼就是日甲月中间咧，包天包地，那包海总包咧啊，这都是阴。过来，盖有天地以后啊，万物不在其中啊。有天地以后啦，万物不在其中，生灭消长消长，阴晴哈明晦也亦亦中啊。就是讲，咱有天地以后，天地当时成的呢，无多算，因为天本来就有啊，足快就对啦，足快。啊，地咧本来就有啊。有个人问讲啊，老师啊，这个地咧，啊，若无地球，地伫倒位呢？哈，若无地球以后呢，以前呢，地伫倒位呢？那么各位啊，咱太极，哈，来看这太极。太极这点，叫做天。这个叫做地，这个天，这个天界，无边无量无边的天界，这么远，真看到，你要想偌远就偌远就对了，这个天界。这天叫做地，咱若有诶呢，甲范围甲缩较小诶，叫做日，这月亮，中央是地球。地球，好，那么这天地呢，不是讲地球的地哦，各位爱了解，不是地球的地嘿，大家咱弄清楚，那安尼是啊，咱心境袂遐尼矮。天地呢，就对这个虚空啊，足远的呢，趟过地球过，这画圆，这一瞬呢，表示足。远的、足长的、足远的就对啦，足远、足长的安尼，唔是滴了诶，唔是滴咧，唔是滴咧。为什么有这个伊这条线安尼弯弯翘翘呢？因为呢，这个做空气会将这个咱一条线互弯去，那像咱牵一条索啊，哈，咱若咧牵一条索咧。这长对厝边这边牵到这边到那边，这长中央嘛会贪落对无？会贪落，会贪落啥？迄就是空气、湿气，啊个光、个风，互咱会贪落去，所以会弯起来就对。咱有个人唔知啊，叫哎，那画画一瞬安尼咧，迄已经圣贤甲咱早都甲咱开始啊，几啊千年咧，都已经甲咱开始，甲咱讲，甲咱教讲，咱地球面顶啦，宇宙间啦，这个一条线看来是无永远是直咧，内底弯弯翘翘，弯弯翘翘，弯弯翘翘来，这个意思就是安尼，咱这科学家咧在认真在追求。因为我是学测量，我做测量，中兴测量公司专门办政府的都市计划，啊，佮办一挂天文测量，佮三角点的测量。我对这点测到迄点，用个牛的呢，比如讲一公里，用个牛的，一公里。但是呢，我用个咱即个机器嘅光波在测呢，反正一公里加两公分出来。我若用另外个点三角点的，用算角度、数字来算的角度咧，反射都减两公分。这就是咱距离就会通会弯，所以这里天地的距离就是这呢长。好，这日
到月的中央，中央呢，就是地球，就是地球。那么咱的目前呢，咱家想的呢，就是拢叫做地，拢啊想这个地。这个地，这拢是天。啊，这拢是叫地。咱的地甲天是圆的，是方的，是方的，叫天地。那么天甲地中央呢？哈，大的天地呢，就是这边天包括那边天过，这边天包括这个天过，中间就地球。所以有以后，这就是讲天地以后呢，万生万物啊，无一项物件拢无伫这，唔是伫这个内底，无一项物件脱会开的天地就对。包括你若要过一只星球啊，它星星。星星，七千万好星星，即拢一粒一粒一只嘞，拢伫天地内底就对，啊，拢伫天地内底。那么天地内底嘞，好，即个万物拢伫内底，万物无一样物件拢都会出即个业就对，无一项物件会做出即个业。生灭消长，生，哈，生出来，要是活起来，还是死去，出世起来灭掉去，还是讲我一路怎生起来，我甲灭掉去，嘛是天地之间嘛。咱人身体死去，身体死去以后咧，咱的体嘛是天地之间的。无走去的，无走去。咱死了后咧，咱的灵魂嘛是天地之间呐，咱无离开倒去。天是无边的，咱直直走，直走，直走，也走未到位。所以天地啊，吼之间呐，万物消长生啊，灭活起来死去，吼。也是等起来，地雷拢在天地之间呐、啊。是人偌敖走，人偌敖走呢？啊，咱就有一挂人是自称我是修行人，我会当离开这天，这拍梦语，无可能的代志。因为咱身体呢，拢是天地之间，天地之间。包括咱烦恼嘛，天地之间；欢喜嘛，天地之间。好、哦，所以生、灭、消、长、阴、晴、乌阴啊天，就拄只呢。咱只只拢好天干呢，日头光硬硬来照在咱这工厂面头前，变乌暗，这只光嘛是伫天地之间呐，并无走去。明会。个足光明诶，暗是暗啊，哈，嘛是伫即个天地之间呐、啊，伫天地之间，并无法度走诶，嘛伊液中嘛是伊伫液内底，嘛是液晶内底，哈，即即点啦，故意啦，就爱了解哦，液晶到底伊个范围偌大呢？包天包海，哈，咱人偌大呢？在天地之间呢，偌大呢？在液内底走未出液八卦掌中啊！八卦液就是八卦，所以咱人嘛是拢在八卦内底啊。唔知咱古早人，吼古早人一挂高人圣贤呐，吼八卦提来，吼或者咧妖魔鬼怪提出来，妖魔鬼怪吼就走啊咧。迄个甲你讲，恁伫世间啊，做歹、做恶、做毒啊，嘛走未出伫业内底八卦内底啊，嘛会受到因果轮回、因果果报的。
吼、哦，所以你假使你若做好，嘛袂怕唔见你。咱若做善事，做好代志，吼、哦，做好工课，行好路，讲好话，你看呢，嘛袂讲哎呦，无人听了，无人看了，嘛伫业，嘛伫八卦内底啊，嘛是八卦内底，你走袂去，嘛袂甲你怕唔见你就对。啊，咱若做歹，做恶，做毒个。吼、哦，害人、害人、骗人，吼、哦，怪人，吼、哦，足多万多人，吼、哦，你嘛是伫八卦内底走未去，唔是无人知，所以叫做天理昭彰，天理昭彰啊！吼、哦，这点咱已经甲咱讲到足详细咯，吼、哦，所以也系其中天地诸比啊，虚空有情啊，未有万物。精生灭尊亡，哈！现在大家请这段这个经文，这里、个、哈。天地诸比，哈，虚空有情，未有哈万物精生灭尊亡，方有万物无常存在，无常存，哈，天地无相，无相分呀，哈，天地无相分呀。人生天地，人生天地之中，也名万物，各有生灭消长之节啊！出来天地循环，万物无能回避啊！哈、哦，无能回避，哈、哦，就是天地诸比啊，天地非常的诸比。天将来无甲咱万度人，地将来无万度甲咱善，无万度人讲啊身体无好，无万度甲咱无智慧，啊天嘛无万度人，天嘛无甲咱摆脱人。咱假使伫出世出以后，身体较歹，啊生了较歹，啊是讲偌好偌善，天地绝对毋爱甲咱摆脱。嘛，予咱脚，予咱踏，予咱行，空气，予咱呼吸，予咱呼吸。所以，现在天地诸比虚空有情啊，虚空啊，天地中间虚空啊，是足有情的。虚空是安怎有情呢？咱徛就予咱徛咧，倒就予咱倒咧。咱爱空气就空气予咱，咱爱食啥，伊就生啥予咱食。哈，比如讲。这个菜，伊就菜给咱吃，果子就果子给咱吃，虚空有情，哈，并无好啊！咱伫虚，咱伫世间呐，咱的较无地位，较无发展呐，那么呢，虚空呢就把咱吞去啊，虚空唔要把咱吞去，哈，未有万物未成啦，将来都无甲万物。小姐，天地啊，太阳、天地嘞，吼、哦、月亮，将来都唔甲咱小姐生，吼、哦、灭，将来袂讲啊，我太阳要永远存在嘞，我甲你灭掉的，袂甲众生灭掉的，哈、哦，准甲亡啊，吼、哦，则有万物无相准啊。才有这个万物啊，无相存啊！因为天地咧，将来都唔捌甲人相争过。啊，万物咧，拢是安尼无相存咧，都是甲你自生自灭，自生自灭。因缘的关系咧，自生自灭。好，是啊，自生自灭咧。比如咱做恶、做毒、做歹的人啊，好，咱的政府自然会甲人。灭掉，阻止掉，大众会甲你灭掉，这就自生自灭，家己灭去，家己自生，自去生起这个恶毒的想法啦，哈、哦，甲这自然的，
哈，政府台中会甲你灭掉，迄就代表天甲你灭掉去啊。所以有个人啊，伫做歹、做恶、做毒啊，莫讲无人知。吼、哦，目睭咧，两大蕊金闪闪，一个月亮，一个太阳，金闪闪。无论走到暗时，走到天边海角，月亮照常甲你照着。哈、哦，啊，天地无相分的啊，天地啊，永远是安尼。伊嘛无啥物相分，哈、哦，所以咱伫人伫世间，也是万物伫世间啦，哈、哦，连咩生生死死生死生灭生灭生灭的，拢自己的循环，自己的道理。天地啦，永远伊嘛无相着。等于咱一人伫厝内底，伫厝内底咧，我行来行去，哈、哦，也是伫厝内底咧，我来感觉家己。真正哦，郁闷，好啊！我家己搭碰碰，家己食农药四带出来底，厝嘛无伤着，天地嘛无伤着，嘛无些魂，无魂，哈，无魂呐，哈，无这个挂的一魂就对。可见天看偌大，地看偌远，天地之间呐，万物哈都是这样的，哈，可爱，哈。人生天地之中，咱人生伫天地之中啊，命嘛叫做万物。咱人伫世间嘛是万物呢，万物之中也是一八万四千种的生物、动物、植物、矿物质、矿物，哈，这人嘅其中也是一尔。各有生灭消长之节啊，咱。甲草木共款，有大就死去，有悬就有死，有死就有生，就有生。哈，这着天理的循环呐、啊，出来的天理循环，万物无能回避啊，任何人都无法度走去，任何人都无法度走。有一个故事，讲一个修行人啊，练气的，练气师啊。练气师呢吼，好，伊就伊会飞天唱地啊。啊，有一天大寒到啊，吼，大寒到呢，乌白无常要掠伊，乌白无常要掠去啊，好，伊就走，直走在屯边，屯到倒位，到尾啊，都去乌白无常掠着。啥是乌白无常呢？乌就是地，白就是天。你任你啦。如何修到炼丹炼山，会当飞天唱海？你要是脱未过这个无常，脱未过这个乌白，脱未过这个天理，脱未出这个，叫做阴阳日月经，脱未开这个易经的易的将来底，我都走开。好、哦，所以人讲偌敖啊，人偌敖，一只手摕三千斤、一万斤，还是天地中的之一。所以奉劝啊，是奉神知识。好、哦，咱有偏去、惊偏去的人，即时回头，紧来回头。只要咱啊忠心呢，会当认真拍拼来做呢，咱呢应该，好、哦，咱的心会过得非常的大，非常的安。因为咱的心就是易经呀，所以咱的心就是易经，就是易，好，易经的易，或者是易经啊，易经的易，好，易经的易，好，所以咱的心就是易。咱人较好走，嘛脱不出，走不出咱的心。咱那点烦恼的心哦，你走较多伊就无法度。所以这个练气师啊，好飞天啊，吼、哦、唱地，安尼是啊，要走未出家己一点心，是安那惊吓，走乌白无常觉的时候，开始惊吓、惊生、惊死，吼、哦，所以你安尼走走未离，嘛是离不开心，心就是天地这么大，好、哦，心若要写就写到一撮撮啊。所以台湾啊，
好，目前真侪宗教的门派真侪。好，有诶咧，像练身体，我来练，好多即打坐练周天，好，我练手会颤，安尼手会酸，会酸手会酸，人会害会酸，好，腹肚会结交裂，会颤就颤者。好，啊是坐咧，我转周天坐咧，一两点钟、三点钟、四点钟都袂振动。你任你安那修嘛，都袂出你的心。因老人咧讲，我要坐一个三点钟，有人种，我希望坐三点钟，我生命会较久咧。啊，会当较久咧吼，啊看咧，结果嘛都袂出乌白无常，走袂出这个天地之间。